大宝。哦，你一定好生表现。是。你放心嘛，这个方案我都又做了两份。这个单子拿下来过后，第一，你有业绩了，晓得吧？第二，我也好给董事长两个交好交代。哎，艾经理，艾经理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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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宝，大宝，大宝。哎，这个是艾经理，这是我们公司最强的业务代表，大宝。以后都由他跟两个接洽了。你好，艾经理，我是大宝。坐坐坐坐，艾经理坐。大宝，你给那个艾经理介绍那个项目来说说下噻。艾经理，我们公司呢？服务员，来再点杯咖啡。质量保证，你是完全放心的。发的书啊！哎呀！就这个发的书啊！啊！你晓不晓得？这棵发财树那不是一般的发财树啊，是公司开业的时候，董事长亲自买的，专门放在这儿的。是董事长晓得了噻，肯定要发飙。我还不是好心啊，我想他摆到这儿晒不到太阳，我就把他摆出去。哪有人连这个都要偷嘛？你说你呀你，你才来公司第一天就把我长那么大的本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宝宝，咋办啊？不行。哎，表总，你们呢？你们呢？你们晓不晓得，这发财树不是一般的发财树，这是公司开业的时候董事长亲自买来放到那点的。要是董事长晓得了，肯定会发飙。哇塞，你们俩说的话和动作都一模一样，这是重点吗？表总，你不要生气，这个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原来这个发财树放在这儿本来就长得不太好，我们现在可以买一棵新的，买一棵更茂盛更旺财的发财树放在这儿，我们公司就更加的财源滚滚了噻。就是就是，那就抓紧时间赶紧处理好，项目为例哈。放心，表总一定处理好。表总慢走。哎，宝宝，
还是你脑壳打的话，你就给那个领结的豹狡猾的狐一样厉害。那你晓得你是啥子？我啥子？海水的马，搅屎的棍。时间到，下班。下班喽！哎，好。包括早上一起工资啊。你不先去，你先去，好。这下对了，对了，熊亮伯，你以后少给我整点事情出来啊！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宝哥，以后那就没得以后了。走，宝哥，下班了，回家。这下心头啊，终于踏实，哪也不抓子。那个，你个人先回去，我还有点事情。啥事？我有啥事情要跟你汇报吗？你管得才宽的，你跟我先回去。哦。哎，老板哥，我回去把饭给弄好，你回来就回来吃。嗯。走，老板。嗯，好。好中好公司的销售人员大宝啊。哦，方案修改好了呀。修改好了，你在公司啊，我马上给你送过来嘛。哦，不用，你发我邮箱都可以了哈，谢谢。啊，喂，对啊，请问你找哪位了？你好，我是找艾经理的。艾经理。他人在开会，有啥事啊？我是给他送文件过来的。文件？这样子吧，你把文件给我，我给他转交给他就是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我等下他嘛。好。要得，那你还是稍后一下。巴适，香。找我，庄总嘛？我把我自己锁到门外头了，你赶紧回来帮我开下门嘛。不是有备用钥匙的嘛？我今天就是刚好带钥匙，用的备用钥匙进的门，这下备用钥匙也遭锁到门里头了，而且这个屋头还弄起红烧肉在。你真的是干啥啥不行，吃饭倒是第一名。我给你甩个位置，你个人过来了。我现在亲自送到你手头，我放心些。有啥子问题，我们可以当面沟通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经理，你看现在都是吃饭的时间，要不嫌弃的话，我请你吃个饭，我们边吃边谈。不用客气，我还有事，我们后头电话联系。哎，经理，经理，你看今天天气那么大，来，你喝瓶水嘛。有，谢谢。要是今天不得空的话，我们就改天嘛啊！改天没得空。你干啥子？哎哎，你爪子，你打人爪子！哎，包括你没事吧？哎，兄弟们，
哎，没得事，没得事。哎，你咋个乱？哎，经理，这个是我表弟熊家婆，也是我们公司的销售人员，这是艾经理，小艾同学。没想到又见面了。哎，你们两个认得到？哎，就是他，那天晚上和我一起把那个醉酒的女娃娃送到派出所的。可以哟，这就好事情，你想跟我说一声。好事？我的意思啊，这个，好人好事，我平时最喜欢做好人好事了。哎，经理，你看我们都那么有缘分了，要不然晚上我就请你吃个饭嘛。吃饭？哎，不得行了，不能在外头吃啊，屋头弄了红烧肉的，要回去吃。你吃嘛？还是不得行，是你个人说的。这两天闹得慌，我专门给你弄了红烧肉。哎，经理，要是你不嫌弃的话，邀请你到我们家吃我表弟整的红烧肉嘛。我红烧肉整的多好的，比外头馆子都整的好得多。你确定要喊人家到屋头来？家宴才是最朋友的最高接待噻。屋头帮臭，尽是你丢那些臭衣服、臭袜子在那儿乱丢去，洗都没洗。还不是怪你，你把屋头洗衣机弄坏了，我咋个洗嘛？哎，我把维修人员喊回来了的，还不是怪你啊！你为了喊人家少五块钱，一直跟人家讲了两个多小时的价，最后把人家气走了。哎，经理，我还有点事哈，那我就赶紧约你好。这你说错了，你不说话没哪能事啊嘛？不要在我女士面前扯我的台，你是故意的。哎，他就是那个收了你的魂的女神呐。哦，反正我不管他是啥子血型，就是我的理想型。他那个样子对你，你还喜欢他？哪有对我嘛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，熟而已。哼，反正我是见识过他，他差点让那个酒鬼断子绝孙。你要是跟他两个成了以后，他万一要家暴你的话，你多半要半身不遂的哦。我才不得怕。石榴裙下死，猪鬼也疯的。直接无畏。你跟我爱你俩在一起，少说话。我。你闻到啥味道没有？糟了，锅上的红烧肉，这肯定糊了。我天，真真真是。哎，我靠，要喝啥子水？哎呀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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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，你是来烧红烧肉的吗？还是烧我房子哦？你老婆还有一条没烧过，你还可以吃。你是往哪派的送我命的吗？我真是，挂不了，还吃还吃。原来那个发财树，你们还必须得给我找回来才得行。表总，这心里不好吗？这枝繁叶茂的，多吉祥啊！不是说不好，是花盆不对。啊？我今天才晓得，原来那个花盆啊，是董事长亲自烧的。过两天董事长都要到公司头来视察工作了，要是他晓得他亲自烧那个花盆就要搞丢了，你我都不好交差呀，更不要说升职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那个事情要低调处理，要低调，明白不？大哥，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过啥子？没有，没有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哦，没看到。哎，不能进，不能进，正那边，正那边。哦，好好。正这里边。
走吧，继续找啊。走吧。到底在哪儿嘛？整栋楼找完了都没找到。肚子我找饿了，管他的，先把肚子填饱再说。走。哎，你说那么大盆东西，喊跑哪儿去嘛？又不值钱，未必还专门来偷这个。你问我，我问哪个呢？你说我跟人家在一起，咋就那么邪呢？有啥事情都遇得到。未必，我真的是扫把星，不仅自己要倒霉，而且连累你啊。哎，你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啊。嗯，我就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都那么倒霉，说不定等会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先吃东西啊。报告报告报告，真的在我面前。我就随便安慰你两句，还真的在我面前，有那么灵哦。哎呀，真的呀。你看嘛，这个数字不是很强啊，原来长得没那么好啊。哎呀，这个不是重点啊，关键是这个盆盆是不是嘛？盆盆是，盆盆绝对是。哎，那就对了噻。哎哎哎，庄子，庄子，大白天的给我翻过去。多少啊？老板你好，我们是这栋楼上上班的，我想问下你，这个数字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庄子吗？哦，这个数字呢，本来是我们办公室偷的，咋个在这儿呢？哼，咋在说话呢？我没偷没抢哈，是你们自己不要了，我捡回来的。哎，美女，这是你买的东西，给大家。啊，谢谢老板。正好你帮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收拾走嘛。好，没得问题哈。哎呦，你这些东西都不要了？都不要，都不要了。哦。哦，这肯定可以的嘛。哼，好，先把它收回去。老板不是不要的，是要的。当时我是把这个花摆在那儿晒太阳，你误会了。那我咋晓得呢？是你们同事说不要的哈，怪我喽。不怪你，不怪你。老板，我们跟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够把这个树枝还给我们？凭啥子呢？哼，我把这个树捡回来的时候，要死要死的。哦，现在我把救活了，养好了，又还给你们，没那么好的事情哈。那老板这样子，我们出钱买嘛。那还差不多。你晓不晓得，为了养活这棵树子，我花了好多精力，花了好多时间来经营它。啊，我出。哎，报告，这个董事长的树子是我弄掉的，而且害得你差点都升不到职，这个钱该我来给，不能让你还倒贴噻。你有钱啊？还没发工资，没得钱，可能还是挣钱的。老板，给你300。嫂子，就300块钱嗦。哎，再给你加一百。既然这个数字对你们那么重要，至少3000噻。3000？啊？哎，你私是哪块手嗦？哎，不，这个数字本来就是我们的，我们晓得这两天你辛苦的把它养好了。这300块钱辛苦费，你都可以再买一盆了。你不要太过分了哈，你。哎，老板，那我跟你商量下嘛。400块钱给你。我们不要那棵树，你把那个盆盆拿我就对了。不得行，这个俗话都说得好，人落何树落死。你把盆盆给我拿走了，树就死了呢。再说了，既然它能够让你升职加薪，3000块钱嘛，一点都不多噻。一个月的工资都花不完嘛，嘎。你这是敲诈，趁火打劫。就还给我，这个树我还不要了嘞。走。哎，想好哈，等会儿再回来噻，就不是3000块的事了哈。不能那个说，我还不相信，我活不下去了。走。呸呸呸！我就不该多了个嘴。
说这个数字对他们那么重要，人家老板也不得瞧着我们。你现在晓得都晚了，往后跑。算了，大不了我们重新烧一个一模一样的花盆还给他噻。你还记得到那个花盆长啥样子啊？能还原成一模一样的？那要是让董事长发现了，那个后果不是更严重？我们死得更惨啊！你会不会说话？香，卖不完的龙门阵呀，就像麻辣烫，满锅香。